你一个人了啊？一个人了？咱们这个登记啊啊，可以了，办事在那等。你那个本子卡，这张再好一点啊，好一点吗？更小的好一点。个头都比较少的，我记得我上一次是给你开了两副呀，三副有，俺家以后没得钱，你给我，给我，好吧。这个老先生在我这治的时间长着，啊，长了，有多长？我三年的，2013年13。2013年11月5号，哦，然后先跟在我这住一个月，在我这开始治，当时已经有买卖栓，这个我们一开始去，你看去用的软甘膦丹汤，这就是我们平时就这样用的。那么2013年11月到现在2014、2015、20162年半，就多了。这老人家还是军医比较好。当然有时候我们也住一段院，是不是？这个前几天呢是住院出来以后，我记得6月13号，是不是？到我这里，因为住院时间长了，我说你就在门诊室吃嘛，先开了个三副，6月13号吃的，6月17号再开了，再开了三副。我觉得你那一天就是这六副要吃的比你刚6000-7000、7000-8000以前也好多了，就是走过来，你看精神状态就不一样。那你现在最不舒服的是什么？你得需要你拉肚子。不是，一天拉几次？一天拉3到4次。多少次？3到4次。啊，3到4次啊，那还行。那你想吃饭吗？想吃饭吧。几天几次？一天我都吃完。饭量小一点是不是？啊。那你能吃凉东西吗？能吃凉东西吗？生冷。不想吃。不想吃。你不敢吃。那就是。那你晚上睡觉睡得好吗？睡觉这几天好，这几天没好，以前都是正常。这几天呢，咳嗽了。咳不好了。你说麦是什么？这个我是玄细的，玄细的，细的，这个麦都不细。你看这个中医上号脉呢，我呢是这样认为的，就是说我们该抽的抽，该细的细，也不一定是那么绝对的。张仲景怎么讲？夫脉当取太过不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那意思就是说，一来先看大局势。你比如说这老人家呢，病的时间也长了，哎，脉悬呀、细呀、热呀，正常。这是常脉，复活他的。脉悬紧，滑硕，大，脉大为劳气虚有，那是病症这张的表现。哎，他复弱。玄气复活他的情况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哎，他没反，这后面就很有意义了。舌红，苔薄，有裂纹，这就是，有湿热，有阴虚，这时间长了就是这比较复杂了嘛。你看这老人家，我说叫几时来就几时来，军医好，这好办，情绪也很好。那么这一次就给你开上个5副吧。五副，6副，咳嗽的，给你开6天的药吧。六天，那天都是咳嗽是吗？好。
这不，它这上边呢倒是有些，我看好像是关了算了啊，大一点吧，嗯，对。你咱们正确的、嗯、没有，有没有那个啊？人家看病了啊，在门诊看过好多次。哦，这里胆汤这是一直用的，最近他是有一段咳。人家都看病了，不看病能救的吗？其中一段疝气发作，我也治了，那倒是解决了。这个，白鹰是白石鹰吗？白鹰就是白鹰、哦、它还有一个名字叫白毛藤、哦、或者是上海文化叫熟阳泉、哎、就是一个鹰、哦、本地是蛮多的，看我的用过的、嗯、这现在段子其实 正名字叫白鹰、嗯、他现在说咳嗽的不明显了，拉肚子稍微多一点，拉肚子稍微多一点，腰腿怕凉吗？嗯，腰腿怕凉吗？那我白蛇给它去掉，白蛇去掉。嗯，这种的话，我们可能还是以肺部这个为主，估计它只是肺部还是有点问题。我给他去开一个六腹啊。嗯。哎，那都一千半嘛，那都很了钱的。不要吃，不要吃。是啊，五十倍了，开了五十倍。五十倍，开了五十片。没事，五。那个医生叫五十倍，那个药。中药。谁开的？那个方法嘛。开了你吃吧。还可以吃。开了吃。自己煎药啊，嗯，啊，自己熬药，自己熬药，好嘞。那个半老家不吃了？嗯，不吃。他还吃什么呀？稍微停一下，就是自己的作用。嗯，一单子两两的，一单子就要吃的。其他还吃不吃？没有啊，我们再给你开。你开了多少天？6天，6天了是吧？哦，6天再过来。对，那行，可以了。那当然，那麻烦了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。黄老师，白鹰是它好像是利水的，清热解毒啊，清热解毒的，它还用得多。我们是治肺炎那个主方海白冬瓜汤就指的白鹰。哦哦，嗯，有个鸡笼片，那里面含的有白鹰的。嗯，对，明天会细讲这个来。这都是这个时间不长噻，啊，时间不长，现在怎么样？现在比之前那边剪刀时候好的多了，这个没有什么，好像没有什么样。对，也是干上的，你看这鸡蛋，哦，做了大小，啊，因为它这边剪出来这边睡不得，嗯，现在没问题，再过一睡这边剪出来就行。嗯，你吃药控制呗，没做手术吧？我看啊，嗯，这个是那种，嗯，不是我们的卡，另一个，你把卡呢？不对，你的卡不对，啊，卡不对，嗯，赶紧找，找，刚才另外，你找不是，你这身上。照一下这里，所以当我们有一个基本处方以后，这方子开对了，你看我们实际上你还几年连病，你别啥，每次找事，你没有个方子，你真的今天开这个能抗癌，明天那个能抗癌，那个话可能是不太适合。
这么多枪？没有。一张都不是。你脚啊，看着我这去。不是不是。有钢印。刚才拿枪不在啊？这对着陆秀全。有啊。那那我看看你家的这个前脸去的。啊，这打这，哎，还不是。你这怎么卡这么多呢？你藏的钱，你老婆找不到。你看嘛，你太会找了，太会藏了，你藏到哪里去了？乡里，没有，中医院没有拿到来啊。这是今天早上，这是他那天预约的时候用的，是不是？预约的当时就打了吗？还是刚才打的？啊？你是刚才用的吗？下面那你赶紧找在哪里不见了？见了人家把你藏。哎，他可能刚走上边。我带过我。嗯。我去慢点。放在里面可能。也没有找到。所以我们还是要有病有方。你不能简单老是方，那这个解释也，我可知道有些专家他就是。他基本上啥病就是一个方式，主要是他想看这个，现在研究，那个好像是去中医的特色，当然是也有人那样治，也不能说研究没效啊，也可能有一些，但是我至少就是这样，从经方上来一点，然后再摸索出一种。嗯。所以平时我们看病比较快，生活上来马上两话就对。你说学得好，就是5月27日这样子看，一天，然后现在不管它了，来，看这是柴胡、黄芩、半夏、红参，这就是我的软甘绿胆汤，试试，黑盆草、别加丹参、夏枯草、生牡蛎、三七固十二，八月扎，八月扎是一个理气止疼药，这干姜桂枝就用，你看看舌头，我虽然说是软蛋白汤，但是从他来的时间了，比如说我就很快就把干姜桂枝用了，这也符合我们寒热交接时候，就是说都要看到都要表现出来，那就是有点晚，这是那天我用的那个这个他说是胃这里有一块说小结胸病重在心下，这黄连、半夏、瓜蒌，半夏用的都是黄连、瓜蒌。你觉得心的这一块呢？有好处没有？你看，病在心下，按住最疼。现在按一下再疼吗？我看你自己按一下，再疼吗？你说呢？原来都只要一摸到都痛。现在呢？真的不大动。那不是张壮就说了吗？这个小结胸病重在心下，按住最疼。他那天这是才前几天17号的事嘛。我说那按住最疼就小线胸汤嘛。半夏用了，我也给他加的黄连瓜蒌。你看我们平时就是这样开的，不是拿经方做方子。而且这个桂枝干姜也用了嘛，这是柴胡桂枝干姜，就这个意思啊。那今天给你开5副吧，吃完再来看啊。好，像这种好，那就很清闲，不要急得搞小线状况很去掉，因为它化痰热的，我干姜桂枝并用的，先开果酱慢慢来，就是表面上说，哎，你这啥抗癌？我不知道啥抗癌，我只知道啥治病。说的这的还有一个故事，说是。你听的一个医家，你比如说我们从平时看这个医家这个著作都能看出好多问题。来，听的一个医家他去开玩笑，他说有人说他能治四季感冒，
他看是有人打广告，能治四季感冒。他说我不知道什么药能治四季的病，他认为这个不同季节的病不一样。我不知道什么药能治四季的病，我只知道不饥丸能治四时之饿病。不饥丸啥？馒头啊！我只知道这馒头，不管你春夏秋冬饿了都能吃。那是开玩笑的，是吧？他还真是那样说的啊。这老先生在我跟前治的，时间长，他是那个脑血管瘤。哎，怎么样嘛？现在？哎，很好。你看啊，4月22号，这是几时治的？元月份，12月份。2013年12月。2014年11月26日第一天治的。我倒是觉得这个病人，我希望大家，一个他是普通病，脑血管瘤，就是这以脑血管瘤来治的。嗯，是的。这个你们问问他，各看各的，各开各的方子，各立各的法。什么呀？你自己看，脑血管瘤来治病了，你自己问，你自己立法，再看跟我那差距多少，马上就出来了，我不管了。因为这个，我们开了肿瘤科以后，血管瘤，这个治一对囊肿，脑血管瘤良性的都找到我们看了，做小术了，书上没有，你怎么治？前来之前还有几个，我现在一会儿把这个看完，我再讲我的治疗血管瘤的。你们先看啊，至少有5个人写出5个方子啊，主要是方子立法。就是辩证，你也可以辩病啊，辩病啥病，辩证啥症，治法处方，用方处方。我本来就没有，我已经做了，那就陈桂华，原来呢？原来是走路都走不好了，是走路那个，走路就59年56、57啊。走路他容易走歪，头有一点歪了，这反正就是跟平常人就不太一样嘛。这跟好人就不太一样了，脚不平稳是吗？平稳，能够脚根本没有，那一样都没有，就是这个这半边脸啊，从这个中间一个这半边脸就是麻木脸。所以我们去理发的时候，人家拿剃刀刮这个都没有感觉，没感觉。那个他大概手术以后有的，以前没有。手术有的，我这些手术过来。手术之前的症状吗？手术之前就是吃这个东西的时候，喝水的时候的容易呛气管。你这吞下去的是自然呛的，别的症状没有什么。你这样子说自己发呛啊，是啊，这有几年？有几年？什么发呛？你不是吃东西呛啊，是呀。这是2012年还是一二年的哈？发觉我就去看吧，看了叫我，照磁共振的时候也会老痒啊，这么拔一个。喝水呛了，当时是吧？一二年发现是喝水呛。医生是说的，他叶功能失调了，他是这样子说的。走盘吗？盘痛吗？哎，走了，走了。行走怎么样？那前儿，那走路怎么样？那一二年那些发现的走路怎么样？没有问题，行走正常。没有问题。痰怎么了？就是照磁共振以后发现的，不照磁共振没发现。有痰吗？跟着痰。饮食，有痰吗？没有。对，饮食怎么样？吃饭怎么样？正常吗？当时？正常，什么都正常。
现在就是这个耳聋，因为刚一到刚一得的时候也是正常，耳聋听不到啊，那个耳聋左边耳朵就听不到了，所以你们说话我就口当那个当时口渴的，没有，现在也不口渴是吧？现在也不渴，都同正常人一样，就是多这个东西麻木一点就是。这几天后不注意，哦，大小便都正常，嗯。睡眠行不行当时？睡眠不好了，这个睡眠晚上都不太睡得着。这些物，以前我住院，他们说我思想负担重，其实不是。你这回吃药吃多长时间？啊，吃多长时间了？这一三年一四年来了吗？十月以上是一四年是来了，就找这个教授看帮看。一四年几月份大概？十二月这样。是啊。两年多。我在那边看呢，有开过路了，破过头了。破过头有做了一次那个。叫什么伽马刀？我就认为呢，在什么的？当时做的核磁做的哪边有瘤？啊？哪边有瘤？就是那个你查核磁。核磁就脑血管瘤。脑血管瘤扩展了的。嗯。在这里也做过一次。做了伽马刀，我就认为没有事了，我就在家睡觉就等了。啊，做个伽马刀。做个伽马刀，还开过路。我认为就可以好了，我就只睡在家里面等，后面就看着感觉越来越严重了，那个头越来越昏了，走路越来越浮了，我就出来找医生看，就找到教授了嘛，现在感觉就很好了嘛，就是还有一个耳聋没办法，还有这个头半边麻木了还没有办法，这个走路什么的都很稳了，跟平常人几乎是差不多了。原来那脸那有抽筋吗？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没有。嗯。这是吃的是，一四年十月份吃的，始终没断药吧？这段时间从一四年到现在，始终没断药吧？是我姓王。不断，对，就是。一直都来看，嗯，我就喜欢这样的坚持用药，嗯，不喜欢三心二意，建议四天。现在感觉没什么特殊感觉，现在很好吧？现在啊，很好。就是说着的，就是啊，哎，这个耳聋呢，还没有办法搞。啊，耳聋仍有，是不是？舌头看一下。舌头刚来找教授看，这两边好像锯齿这样，现在齿痕了。现在都没有，现在没有的，都烦了，也不到。往台上。以前我自己都慌啊，这个有一齿一齿有痕的。嗯。像淤血。还有一点淤血是吧？大小便都正常是不是？正常。现在麻也不麻了是吧？这边的还麻不麻？反正就这样子就没有知觉，没有知觉，这样子没有感觉，感觉迟钝。走路还是走路很好嘞，很好的啊。我住那边，这个罗前路那边啊。我经常自己走过来，没有人打我，我自己走路过来。原来是脚不稳。那个。刚来的时候是叫爱人开电动车打来的嘛，现在我就自己走了。今天我就坐汽车，我也坐公交。
现在搬店面了，更多了。现在睡眠怎么样？睡眠不好，睡眠还是不行。睡眠一直都是不好，反正就不知是年纪大怎么样啊，上来了，所以就睡几个小时就够了。睡不着了啊！嗯，晚上两三点钟肯定会醒嘛，不用说了，肯定醒着。嗯。你看当时第一次我写他是头颅海绵状血管瘤术后两年，是术后的啊，两年。2012年11月头颅海绵状血管瘤手术，现面部麻木感，视物有视野缺损感。当时还是这个有视野缺损啊，左侧耳廊。步态摇晃，睡眠易醒，口臭，纳可，大小便条，舌淡红苔白脉数啊，他还有头晕。这上头给我们记载，当时这个是学生写的，没写舌质齿痕。谁有上面也就有，那是以后过程中有，嗯，有齿痕，嗯。我当时我都害怕了。这个大家就要先看他，如果说，从中医上讲，你先辨病了，啥病？嗯？血瘀症。我发现眩晕症是可以的。哎，那眩晕。因为他是比还是有头晕的，不管再说多眩晕什么的，能抓住的，能改善的症状，嗯，这是一个治法，哎，就说是辩证，辩证啊，跟，他这上是脾虚，也是变的是脾虚痰湿，半夏白术加麻汤，血瘀，还有谁说？少阳风火是根据什么来的？少阳风断边的，头上不是会是少阳正六经里边少阳经，他有听力减退，跟耳朵也有半边的麻，失眠，两三点醒。听力减退的不是这个病以后，他是动手术以后，手术以后十多天。还有什么也是有相关的，跟我们中医辩证。还有什么关系？手术前听力很好的。脾虚肝，以后有到2月份。肝郁，脉这边滑，那边有点旋气滑，那边脉。这边滑前有淤血，后边就不能正常，这样是测试循环的意思。只觉得不通了，他就建立了一个测试循环，就是血管瘤。什么叫血管瘤？就这样。我的理解就是这样。从他的年龄，从当时脉数，从他这个视野的问题、麻木的问题、摇晃的问题，我首先考虑的还是精血亏虚、肝风内症。我当时是这样。我现在看看我当时是用的什么。你写你的，没事，就能找到的，就是。这个已经很多了，来了多少次，我这上都有。这些在继续进去，这好，你看。可第一个方子我是怎么开的啊？第一个方子其实我这上头都有，这上，你看这上有这小虫抄出来了，因为是住院时候用，
天麻十二，冬藤十二，益母草十五，龟板三十，杜仲十二，白芍三十，知母九，松十，决明二十，茯神十二，白术十二，黄芩十二，丹皮九，川芎三十，赤芍三十，赤菖蒲九，远志六，黄芪三十，山药十五，熟地三十，山萸肉三十，地梨三十，蜈蚣两条，地也用上了，是不是？不管我说，蜈蚣也是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也要通到脑子上，叫它这个血管打通那一种蜈蚣不行。川芎也是这个意思，至少，所以我这把上有淤血泪走。你说你这淤血泪走通，你这上记载什么没有？这个非要看出是淤血啊、肿块啊，还是疼痛啊？那个还不一定，因为我们根据西医的这种原先疾病，我们推断。川芎是三十克，这个要脑油都要那么大量吗？三十克的川芎不算大。你看着一个王不留是我当时讲过的。对啊，你说过，你讲过。我想说过，我说过，没有在。这个佳木斯也说过。啊，这个基本上思路差不多。我看到了。就看你看啊，你这一版你就写个。啊，你这个这段是中医是耳啊，中医这是耳啊，他是按耳聋算啊。西医说的中医学耳朵外，那也算少阳痰火，上清中嗯，少阳痰火，那治法的就是这个，想平肝喜风呗，祛痰降火一定嗯，再加再可以，可以，然后再看看我现在的方子。关于这个，这就接近了啊。